1950年，人们是这样找工作的。您好，戴医生的。到了1980年，找工作又变得更方便了一点。喂，幸福公司吗？我想应征秘书的职务。谢谢何先生，相信以我过去丰富的工作经验，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哦。哇哦！随着时代进步，在今天1111远距面试，让你不用出门，在家里也可以轻松的找到工作，录取还送你10000元哦。